7月3日星期三，鄧成波呼咗全棟嚟自角3100萬，近呢個太子港鐵站，太子道西嚟自嗰度，3000萬，地下閣樓2345樓，第一睇下報先。 講就係後面呢間鋪全棟嚟自嗰度66號，免闊大概係16尺到啦。睇下方向，嗰邊就去翻嚟自嗰度長沙灣方向，轉翻過嚟嘅時候，太子道西、太子方向旺角方向轉咗就係太子嘅港鐵站，望翻呢度全棟成交咗3100萬，原業主鄧成波加咗，就2010年4800萬買入嚟嘅。呢度講緊地鋪1200尺，入職角1000尺，再加二至五樓咧，成面積大概係430尺，加埋起嚟總樓面面積係4000尺左右啦。3100萬成交。 即係尺價7500蚊到，第一附近多舊樓嘅時候又做河沙先，又得合併起嚟嘅時候，分分鐘可以重建成個地盤，十分位置抵玩，恭喜業主，恭喜買家。